欢迎各位再次收看我的玩具开箱时间，我是胡夫骑射。这一期给大家做这一款名字叫做恶魔镰刀的玩具，它是使用了 Hasbro 工作室系列工程合体里头这一款废铁或者叫废渣这个模具呢加以放大小修改还有精图的一个版本。那大小尺寸的话呢直截了当的给各位做个对比了，可以说是足足有放大的将近有大概将近一倍左右，然后涂装上的话有了一些加强比方说这一代原本官方的模具是一片黄色，但是这个版本的话呢就加了很多的点缀，这个些东西的话呢其实也不需要太特别去强调，各位视觉上都可以能够感受得出来。但是呢轮胎的部分呢不知道为什么这个是金属的一个银色，而我们这一款的话恶魔镰刀的话呢却整个是黄色的塑胶颜色不晓得在这个部分是忘了涂还是怎么样，不太合理啊。前面的这个钉耙的部分啊这个有加了一些点缀，那目及目测上面能看到的话呢就给各位稍微指出一下，但细部的话呢还是可以看出很多很多的地方有小改变的，比方说像这一代它这里多了一个细节还有涂装，但是呢官方的话呢却没有这点有点小意外。然后一些本来是浅灰色的部分在这个模具上呢就变成了重深灰色这样子。那你可以看到这个地方有个链条是的，这个爪子的部分呢在原本的模具呢是不能张开的，那我当时在做这款玩具的时候呢给予高度评价，但是我认为它这个地方如果爪子可以张开会有很大的加分。那这个滚动性很好，非常的好，非常的好。但我们这一款恶魔镰刀的话居然也不遑多让，也是非常的好以这个 KO 或者甚至是第三方的玩具来说呢这样子的滚动性是非常的优秀了。但是呢你在把玩这一款的时候呢有一点要特别留意到，因为它的爪子的话呢是可以张开的，如果你爪子收的不够完整的话呢会有其中一根指头特别凸出来的时候，然后你的这个钉耙的话呢又放的特别低的时候呢有时候就会去卡住当然这个因为我指头收的比较 OK 所以就没有这个问题。那这个钉耙的话一样可以上下做一个摆动，后方也给各位看一下这个部分的话呢是合体的时候的部件，转的角度呢端看你个人的喜欢需要，金属部件呢在于这个人形的脚底板也是在钉耙的部分，所以它会在这个车辆的最前方，那推动起来的话呢是有助于它往前跑的。那一些小细节的话呢就各位画面里头你去对比一下也就知道了非常大非常沉，玩具的一体性的话呢也是非常的好。我当时在做 SS 这一款的时候呢我就曾经高度评价，即便你不是为了合体的话呢你也可以单独买这个家伙呢来做一个把玩，这款恶魔镰刀的话呢在更大更重更有质感的分量的这个加分下呢它也一样继承了这个优势。那这款恶魔镰刀在变形的这个过程当中呢是流畅度来讲是不可能比得上官方的。我们的话呢先把前方这个地方呢给解锁开来，这里解锁前方这里之后呢我们跟着解锁后轮这个地方一样把它给打开。那因为它有一些有漆面什么的，所以它的一个公差来讲的话是会比较差一点的。前后都解开之后的话呢我们这个脚的部分呢就可以放下来，放下来之后的话呢先把腿的话呢朝这个地方移动，这个轮胎的部分往上折一点，腾出一个空间让我们这个前后能够对调，对调的目的呢是为了让这里有个洞可以跟前方这个凸结合这是它前后对调的一个最主要的一个原因这里我们把它给扣上去，好，扣上，然后的话呢腿的话呢翻转，这个翻转180度到这边这里是人物的正面，那这个鞋子的话呢脚也没错了，就是往前面放，那么这一侧的腿部的话呢就算变形完成了。另外一侧的变形也是一样前方这里已经解锁了，这个时候呢解锁后面这个部分，解锁开来之后把这个脚的话呢先给放下来，放下来之后呢你也可以先旋转二头这个外摆的时候也是可以了，然后呢我们再把这个轮胎的话前后做一个对调做的不对不对这样子这对了这个要翻架，总而言之言而总之的话就是要把这个黄跟这个难得有这个对不对亚洲人对黑人出手了对吧。好，那这个鞋子的话呢就是往前面放过来到这边，两条腿的话这样子
就算是变完了啊。那我们再来接着变它的一个上半部。首先的话呢，我们把这个部分解开，因为这个地方解开的话呢，可以把这个两条手这个部分给解锁掉。那这个都是非常紧啊，这里解开，然后呢，两手中间这里也要解开。那这里解开的时候呢，这边啊，它的这个原本的这个爪子这个手的话呢，在这里的话呢，它很有可能呢在变形过程中会掉落，这是很正常的，因为它本身要负责扣这一块，要扣这边，它自己还要再扣前方，所以呢一个不小心失力，一个不 OK 的话呢，它就会掉下来啊，这个都不要特别在意，这个是一定很难去避免，很难去避免的，掉下来就掉下来啊。我们先让它垂在下面没关系，然后再解锁这个地方啊，应该是这里再把它解锁开来，解锁开来，好，这样子。手臂的话呢，是靠两手互相结合，然后这个凸跟这里结合，还有上方这个驾驶舱再去把它扣住，它解开左右各三处，所以一共是六处的位置。那我们把它给翻出来，就往外侧翻出去就可以了。好，翻出去之后的话呢，打开打到最大，然后呢怎么样，把它的这个肚子给打开，肚子在这里给打开，打开之后的话，它可以往前面推一下。把这个头的话呢给翻出来，这个肚子的话应该是可以在这里可以开多一点，这里不要进行干涉，这样把它给扣上。玩具比我想象中要来的更大啊，更大。那么呢这里，那最后怎么样呢，就是把它的这个部件给放下去。但是放下去的时候啊，这里有个小小的一个地方注意一下，这一块啊是合体用的这个部件，你要调一个角度，你把它打到跟这个地方是切齐的，这个时候收下来的话呢，它可以达到一个比较好的一个收纳。我们把它整个给放进去，那放进去的时候就是不要去干涉到，如果你发现还有干涉，你就再往上再多推一个角度，哎，放下去，哎，整个就放下来了。好像正版的玩具呢是打到刚那个角度可以，但是这个版本好像还要再多往下一个角度，然后这两侧扣进去比较紧哦，要非常用力。那这个凸完全收进去的情况下呢，这个部件往后扯，再往这边扣下来，它这里是有一个小小一个凹槽扣进去。好的，那么它的一个这个恶魔镰刀的一个变形过程呢，基本上呢已经算是完成了。这个手爪的话呢，可以调整一下，很大，很重是还好，因为它的金属部件其实不多啊，只有脚底的那个部分，但是它就是整个关节都偏紧，有一些呢是。就是塑胶做的很硬很紧，那另外一种就是说它的因为有涂装的关系，所以它的一个厚度会再更多。那这个把这个手掌给装上去，那我们的这一款恶魔镰刀呢就完成了。我们直接对比人形的大小啊，当然身高体重都是有一个很明显的差别的。那涂装上这些小细节的点缀啊，手臂这一带还有这个部分都是有一些区别，这个就不用一一细说了。最大的改变呢应该还是这个左手啊，它变成的是一个可以甩出去的一个造型。那我记得反正我当时做节目的时候我就 有提过了啊，好像它是个类似是流星锤的一个造型。那爪子的话呢最大可以张到这么大，但是它这个插孔的话呢感觉比较浅一些啊，所以容易就掉出来，那这是没办法的事情。甚至说呢，它虽然有一个可以动的关节，但是由于这个插孔的话呢实在是太过于短小了啊，等于说你这样子一动的话呢，它根本就有点抵不住这个摩擦力啊，它就滑出来了啊。这个遗憾的话呢就也就各位知道一下就行了。乍看之下是没有什么问题。好，这样爪中心有做几个分件，然后面雕也有更细部的涂装，眼睛的话呢有血红色的点缀啊。那我也提过了，这个身形其实跟电影第二集的这个 Megatron 是有那么一点像的。整体来说的话呢分量感也是蛮足的，但是可能没有你想的那么重啊，原来看上去好像很有金属质感，但其实它的一个金属部件就是在脚底板而已。那整个关节的紧实度目前看起来都是蛮 OK 的，那齿轮关节倒是没有新增加，比较可惜。当然也不要指望，毕竟它的目的只是稍微放大精图而已。
为了要能够迁就合体什么的，它们的变动的话呢是不太可能做得太大的。总而言之呢，言而总之的话呢，诚如我一开始在做这个官方版本的时候呢，我认为这是一款非常好玩的变形金刚的玩具。这一款的话呢，也完全继承了这个人形跟载具的一个优良的一个设计，但是在变形的手感上的话呢，因为变大的关系，可能没有这一款官方的这么样的一个顺手，但是在涂装方面的加分，还有这个拳头的这个改造的话呢，是可以给予一点嘉许的。那今天的话呢，就给各位分享到这边，谢谢各位的收看，我们下期再见，拜拜。